开始上课，各位同学，请坐，今晚要开始上课啊。各位同学，大家午安。因为足欢喜啦，有恁来参加，咱早日啊，就会成功。啊，所以讲，咱大家拢爱拼势。咱初级班上了，高级班上了，啊，高级班上了，恁的任务伫带，爱家己了解。先要甲大家讲，咱的宗旨伫带，台湾民政府的宗旨伫带，啊，大家安尼清楚啊嘛吼，安尼所以讲来。读两届初级班、高级班毕业啊，拢清清楚。咱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为百姓设想。恁所做的代志，心内爱有百姓。我今晚要传播一个消息，今日三立的跑马灯讲。六月十五啊，老人津贴要取消了，可能甲遮有个人拢有关系。啊，当然是三立讲出来啊。所以，因准备要落跑啊啦，好啊。我要甲搁较即摆搁另外一个代志要甲大家讲，高级班毕业，你有这个资格去日本，十二月二十甲二五，然后要去日本的，爱这个服装，诶，就是咱民政府要代表出去，咱去。分传单也好，去参加各种活动也好，拢是这个服装爱大家爱记哩。这个是咱的服装啦，吼、哦，热天甲寒天拢是黑色的。啊，当然你会使，我尽量是热天的呀。哦，啊，寒天有寒天的呀，的料子吼、哦。啊，但是你呐，有诶要省一个，我会使省咧。你做热天的西装，但是你内底搁搭迄个毛线衣就好啊嘛。哦，类似安尼啦吼、哦。所以要防开是开一条钱就好。好、哦、啊，这咱。要到家做，还是你要去外口去买，拢会使哩。啊，我所知啊，家乐福，我有一个黑色个西装啊，才四千外块尔呢。啊，有诶，你拍一个才三千外块尔呢。但是伊是一领衫，一领裤。咱啊伫家做是五千块，一领衫，两领裤，啊。女士是我一领裙，搁一领裤，啊，上衣啦吼。啊，穿这款服装都爱啥？白歪鞋子，一定是白歪鞋子。这爱予大家清楚吼，咱的标准服装是安尼啦。吼啊，希望大家我会使有机会。去参加代表咱民政府伫国际上的活动，哦，啊，这甲大家先了解，啊，咱总是知啊，啊，咱的服装啊，了解啊，即马
就是要来学习，要来学习。咱所上过课的这些讲师甲咱讲的，咱过来，我准备一些 PowerPoint， 要来遮给大家看，啊，我给大家了解一下。后来，好，这就是为百姓设想，啊，这咱是咱的宗旨啦，吼。啊，我这个就是要针对啊，针对啊，五月二十，什么公共电视啦，其他的什么台啦，啊，危机闹这个宏观的电视台啦。安那甲咱讲，讲挂这个牌啊，爱罚8000块啦，爱开单啦。有这个错误的报道，那是向全世界报道，因为我伫遮咧讲，世界各所在的侨界。拢在看，因为我哪会知这个信息？啊，因为我伫外国，我待十几年，我国家反应转来，讲哎，恁挂迄个牌罚8000块，我讲乌白讲，乱报道，啊，咱无法度伊啊，伊要安怎甲你讲？咱无电台啊，哦，咱无电视台啊，吼，拢甲你封锁啊。迄无，咱无法对。只有咱这个时间向世界啊宣布，咱发生伫华联啊，伫这个五月二十的时阵，咱即马要提先提五月二十这个影片啊，咱来予大家看这个。好，啊，这就大家有清楚啊！啊，咱再过来介绍，咱来，我今要甲大家讲吼，咱来啊发这个晶片身份证，啊，甲这个做啊，咱红色的车牌，有诶警察讲，哎，我们没有看到红色的啊车牌，不能开单的呢。嘿，有诶警察甲你讲啊。啊，实际上是安尼啊，开开的伫花莲这个案件，头间甲开开的，甲尾下看啊，迄个车牌佫摕来，花莲佫甲倒转来讲，啊，安歹势啦，我还佫开一个要做啥？要做啊，无尊重的代志啦。你开单，我迄阵啊，所以讲咱的话足可以，因为秘书长讲，咱现在无爱甲。流氓政府冲突啦！啊，因安尼讲就好。迄阵啊，讲伊要甲咱偷到等下，咱 copy 一下。安尼唔叫，啊，伊都啊，迄个老实人，咱就大家参加拢老实人。警察安那甲你讲就安那好。咱这就是要甲大家讲是这个情形。咱车拢是啥 ？USMG 呢？这是啥 ？USMG 呢？这100%正确的啦！哦，咱来看迄、那个啊，影片的华人的代志吼。哦，咱即马先好来先看这个就是啊，这是啥 ？USMG 呢？哦，什么人是占领全国？啊，是 USMG 吧？啊，这是啥？这是2014年。5月8号公布美国 CIA 的机密档案，这我无法度假啦。恁大家应该有看过，所以搁一摆强调，互恁看一摆。我若要呼吁全世界本土台湾人，若看这个节目的，一定啊倒宣传这里。这确实是100%，
啊，来，咱放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啊，因为这个影片吼，无安尼啦，是在咱迄个网站有啦吼，啊，可能啊，伊在爱点，可能无开落啦吼，啊，好，啊，无开落，无要紧，这应该啊，迄、那个叶组长办过啊嘛。有啊无？安尼就好嘛，哈、啊！咱新竹组的组长又办过，所以大家无认真听啦。足重要的代志，这是啊，好，安尼爱电。伊只毋是边仔一滴刺哩吼，只内滴边仔内滴刺哩，都是毋是会使放哩，还是安怎？试看嘛，伊咧做，毋知有安尼无？安那。Who is the occupying power? For Taiwan, the answer 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拜托大家认真看哈，等下都爱去到宣传哈。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A definition is provided as follows. Military government is the form of administration by which an occupying power exercises governmental authority over occupied territory. 好，大家先看卖咧。咱身份证甲车牌拢是挂啥物 ？USNG。这有啥 ？USMG 的号码？流氓政府，我别讲啦。美国的 CIA 解密的档案，最近才解密呢。是安那伊要最近解密？来，咱个啊来。这里看出来解密的地方，五月七八，五月七八，五月迄阵啊，四月三十，是啥物代志发生？啊？是毋是太阳花遐少年的有诶咧发声，讲要独立啦？有啊无啊？啊，所以若要独立，李登辉就讲要把会审啦嘛。美国讲袂使哩，啊是安怎？大家去想就好。过来，啊边个讲啊？写批去予联合国啦，讲用台湾共和国要参加啦。啊，联合国甲推倒转来，伊讲啊，无咱来公投，带伫遮个人来公投。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太阳花一个出来，啊，迄、那个。因为伊四月底啊，咱迄阵啊就说啊五月七四，美国亚太主管亚太国务卿，可能咱头搁刷落有这个 PowerPoint 给大家看，出来讲要给咱啥？自治啦，有啊无？啊这啊伊自治是啊，迄、那个。啊！甲咱讲是面顶有人诶啦，讲啊，我托糯米啦，面顶有人啦。啊，面顶有人，就那个加拿大、加迄个澳洲、纽西兰。那安尼，咱啊才独立，面顶有人。啊，予咱自治，啊，毋是足好哩。好、哦，啊，这就是
实际上就是安尼，因为这两百度都验证出来，咱是美国占领，啊，迄个所在是啊，日本天皇住在里面，啊，这就是因上难的啊，美国上难的，咱袂法无遐敖去买这两张照片，伫遐咧乌白讲。所以大家来上课，安尼有价值啦无啊？感恩啦、啊！嘿，那美国这是啥 ？USMG， 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写甲足清楚，第四条写甲足清楚，大家，那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关政治法律，拢无要开《旧金山和平条约》，予大家学生读。学生读来都流氓政府就倒啊咧，伊会知影足清楚啊咧，啊无爱，无爱予人读啦。安尼，我是毋是足清楚？这个棋啊，这咱毋是家己偷做的呢。这个棋啊，毋是家己偷做的呢。大家看卖，这个是啥物 ？USMG， 这就是美国啊，伫台湾的。军政府啦，就是这个啦。啊，咱拢按照美国的支持，一步一脚印在做，真正大家爱足清楚，这给大家看。过来，这个无代志啦，吼、哦，啊，这是。咱合法的啦，有就是有这个情形啦，哦，啊个这个啦，这是晶片的呢，大家唔好去混唔到哦，这是晶片的哦，有诶，伊讲伊是我是台湾政府啊，来咧发身份证啊，你甲问讲有晶片无？无啦。那无晶片，迄都骗人的啦。咱这啊，会使出入美国啊，其他的世界各国，我有人提咱的身份证，讲啊，你是什么人？讲越南啊，迄阵啊发生。暴动啊！伊要检查你的，若有摕台湾的护照，伊写 Republic of the 啊 China， 啊伊讲诶，你是伊讲虽然我照写台湾护照、台湾 passport， 伊有安尼写，迄是啥？迄阵啊，迄个叫做。陈水扁做总统，硬硬搁甲写落去啦，啊无拢是中国护照啊，啊中国护照就是因迄边个啊，接出来中国个啊，因要出来拢爱夹钱才发得出来呢，一个摕咱个台湾个身份证好看，免夹钱啦，安尼出来啦，伫越南发生个，伊呾来甲咱讲。所以你提这份表示你是台湾本土台湾人啊的证件，世界行较大会互尊重，你唔是中国人。即马要讲这吼，咱几啊年前啊就咧讲啊啦，最近啊。这
哦，电视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在讲，哦，这个所在开发多好，都多好，就是要让台湾人去遐啊去啊，我台湾的证件拢会使哩，医生啊是啥物会计师的证照，还是你台湾做啥，你就去遐也知做啥。啊，这咱迄阵咱就咧讲啊，是安那，咱会较早知这套两年前的代志啦，咱也较早会知啊。美国甲咱讲，平潭啊，伊是甲中国讲好啊，啊拜伊那台湾要收起来时啊，惊中国过来遮的人。会不爱带台湾，怎走得？因为伊甲中国，李鸿章甲中国已经签一化，一化以后就是国共和谈，国共和谈，你回去袂去用拍枪，早期美国就要拜托菲律宾。甲菲律宾讲，恁有法度搬一家家土地啊，和台湾这个流氓政府啊，这些高官啊，住。这有档案的啊，早期我咧讲，这拢有档案，予大家看。美国做代志拢有计划的，所以伊阁甲咱讲。啊！中国已经答应了，要平潭开发予台湾。啊！直直咧报啦，报讲哦，迄、那个平潭偌好都偌好，带来去投资啦。最近啊，才有伫平潭受害的台商咧游行咧啦。哦，这都伊伫遐咧去，咱啊两年外前咱就咧。这部啊，啊，以前啊，开通啊，吼、哦，吼、哦，啊，这，拢开通啊呢，台中港也开通啊呢，吼、哦。你看，2013年6月11日，《你好台湾》啊报道，这都是啥？台湾啊，规划提出把平潭岛打造为啊，迄、那个两岸要做，要甲像台湾同款啦。啊，共同五个共同啊，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经营、共同收益。啊，是要做啥？啊，台湾跟平潭的特色，车开过。你也使落来，你也使晒。啊，伊个开通有迄个要做啥？迄游轮会使骑车哩，吼、哦。台北港就是淡水，啊，台中港拢咧开通咧行。啊，最近听咧好鼓吹，大家紧去哦，大家紧去哦。啊，实体上，因拢去啊啦，好、哦、啊，这啥？好、哦，平潭岛，好、哦，伊起码咧，好、哦，这吼、哦、前进平潭岛啦。好啦，咱这有影片嘛吼。后来放起来好看嘞，咱再过来看其他。现在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
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00-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娜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00-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咱今嘛过来报告一个，讲足好嘞，足好诶，啊，这拢是我咧骗人诶啦，咱。够一部分来，中共平潭招商受害的台商啊，来也真相来，予大家搁了解一下。这就是啥？这就是啥？啊，就要骗一挂这个无这个做啥意识的人，无这个意识的人。去遐啦，啊！实际上就是安尼。来，咱这个过来，报予大家看这里。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陷，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
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安尼好，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要甲你讲一个切实，我捌伫北京参加因的仲裁协会，仲裁协会，大家唔知了解仲裁协会这个人的资格无？仲裁协会，你若律师，啊甲这个啊法官，拢会使去申请。那唔是，你伫大学助理教授以上六年，我会使去参加受训，啊，经过考试通过，才你的名单送去咱的行政与司法单位。我是一个啦，啊。去伫北京参加因的仲裁协会，我举手甲因的大法官请教。奇怪哈，台商伫遮咧打官司，拢输啦。我请教因的迄个人民法院的法官，伊讲。违背中国的政策都判输，安尼就好啊！你安怎去思考？头拄啊，遐个若讲甲足清楚啊，是毋是安尼？啊，恁家己要来投资的嘛？啊，事实犀利嘛，应该嘛，你违背中国政策嘛？中国政策是要把台湾掏空嘛？你的朋友啊，去叫醒啊！那有这个代志，因厝的人赶紧去学条看吼。你还也未够，也有一寡钱，都爱赶紧的去处理的，紧转来。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还有一个来咱家访问的，伊讲是上海的妇女会的代表，要去北京表扬。我哪敢问安尼？伊安怎讲呢？伊讲安那，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啊，当然是违背政策就判输嘛。啊！迄个是律师呢，杰出的妇女会律师要去北京表扬啊！我来咱家参观呢，啊！我要甲大家讲，这都是事实的代志，我袂使胡白讲。哦，我每一个人，我咧上研究生的课，我都讲。拜托，若要来上课，你笔电就关来。我讲到遐，你上网去找。有的教授嘴甲讲到啊，全破。有的讲的都无影无一只咧。我甲讲，我就是要予你用心。人讲的代志，正常上网去找，看对啊唔对。予恁阿伯啊，要出去做代志，也有这个习惯。咱家的同心阿伯，若爱有安尼
有的人上班去付不到的，说我们是诈骗集团，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拿手一下好不好？上班去说我们上网说台湾、啊、民政府哇看了说付不到的，有啊没啊？啊，然后去看拿手一下好不好？你看，你看我袂少啊，感谢因啦，因过会来读，甲鼓掌一下。我惊到死啊！伊过会来读，所以哈、啊，感谢啦吼。啊，这就是实在就实在，啊，骗的就骗的。我跟你讲吼，咱的政府，吼，那个隐藏的这债务啦，破偌济？17条，三年来增加4条，啊，足奇怪啦！有啥物大建设个？无，咱大家想看卖。台湾有什么大建设啊？无啊？啊！恁要安尼讲啊，足有可能的啦。啊，无是钱开带去。啊，看有。咱即马搁出事个，一个人爱负责100几亿个呢。你即马若敢若出事尔，你都爱去负责呢？对啦，100几万啦，一个人啊，搁生出来爱负责100几万呢。所以讲哦，实在，予大家去思考遮个问题啦。所以。伊就那秘书长讲的，早起咧讲，讲恁咱遮啊，拢是伊的奴才啊，身份证都甲你做记号啊，恁的身份证摕出来看卖咧，大家有看过无？你也毋是公民啊，恁是国民啊，啊叫人去投票啊。迄拢违法的呢，啊，所以你去想，吼、哦，啊，这啦，同款啦，伊讲未必变成事实啦。我你讲阿伯若官员吼，若乌白讲，伊乌白做，迄、那个政策乌白开。阿伯，伊若财产拢要摕出来赔的啦。安尼，大家要做代志，唔才会去想，要为啊，要为啊，咱而做啊，百姓设想，袂使即摆乌白做啊。我才要再讲，我5月28在南投政府审查一个案，我就讲这个案是南投政府的景观资源，伊遐一个做啊孔雀园，要予人去起啥？起饭店啦。讲我的外国人，我会使参加的啦。我迄阵啊讲，咱的财产遐好的所在，应该咱的做台湾的企业的人要来投资优先嘛。那讲一定开放，迄这个所在，伊遐都无土地，搁去起这个公共饭店啊，起饭店啊，
啊，这是公益的，啊，伊讲外国人会使，啊，我提出，啊，一个公安啊讲来讲，啊，即马迄个服贸无过吼，啊，即马外国袂使来台湾啦，所以外国，我讲那美国先进国家的要来台湾，咱也足欢迎的呢，第一个国家拢袂使来啦。哎，啊，伊阁定啥？定一条，定一条讲，请因本土啊，迄个南投县，南投县的居民啊，干那用15%尔啦。我讲安尼唔对啦，我要求增加一倍啦。你这个所在是南投县的财产。你若爱予南投县遮个居民有即个就业的机会，也是出去外口读册，会得返乡服务。我就提出，因处长有安尼讲啦，啊对啦，咱爱予返乡回来吼，啊无咱个要做啊，立法委员就搁减一些去啊，人口外流，要安尼讲啦。所以政府机关的官员无咧考虑到遮个啦，所以咱若咧执政，你若是行政人员，你一定心内爱有百姓，爱有人民，咱一定为人民设想，安尼好阿妈，好，感谢啦。这头拄啊，我有讲过啊吼，伊家就是要让咱自治，啊，就是台湾太阳花的事发生的嘛吼。啊，我不爱阁讲，啊，这就是咱的钱啊，请公务人员、行政院啊，啊，这个都要营营太阳花入去行政院，啊，这也写锁入去。讲拄啊顶，非得讲看到这啦，看到这真正闹鬼啦，这。你往政府的官员拢在啥作假啊？安怎？至少点击50次，啊，这个无点就写小假，啊，这个小假，哈、啊，实在拢在骗了。这唔知大家知意思无？伊找行政员工到底甲开一个，哎，有这个爱怎甲翕登去啊？啊，翕登伊怎去甲公布了？公布了后，伊讲安尼好。你甲你起诉，你有走入去行政院内底甲你起诉，啊，这是啊美国籍的，啊，伊伫福大啊，伫遐咧教书啦，吼、哦，啊，所以讲咱袂使乌白讲，拢有证据，这毋是是毋是咧骗的，拢咧骗咱老百姓啊，公务人员食饱。永远干那咧点车就好啊，但也使去办什么公司？安尼大家清楚无？这个搞白色恐怖啦！因为我伫遮拢有讲，因为咱顶一期啊，有一个国外转来。现在有国外回来少年30岁以下有啊无？若有，我送一个咱的徽章给伊啦。我伫迄个时阵，伊国外回来，非洲回来，啊，我来，我送一个徽章给伊。啊，我我宣布，若本土台湾人伫国外，敢若回来。探亲也好，啊！你顺出来上课，啊！来国企班毕业30岁以下，我私人出钱买这啊，送予你做纪念。所以，咱有安尼，即马宏观呐、啊，宏观电视台啦、啊，才甲咱啊五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咱。迄、那个有怎5月20日的代志吼，啊，有甲咱报出来，咱确定啊来看者，好，这袂阁讲遐济啦吼，啊，来看5月20日迄、那个，这是咱
咱大家拢会使来考啊啦吼，哦，这拢会使来考啊，来参加这个，吼、哦，咱来参加迄个5月20日迄个花莲的迄个龙影，哦，若有来放一个，给大家看卖，好来。好、哦，5月。好、哦，5月，咱5月20日吼，我简单讲一下吼。5月20日是咱啊，花莲吼，花莲啊，我讲花莲讲吼，办一个啊。迄、那个高沙族的一个啊，进啊成立大会啦，啊，咱遐迄牌去用考据啦，啊，拄啊有录影出来，啊，我好看这个录影的情形，给大家知影者。啊，也未放出来以前。我就跟你讲啊，若要写历史的，我今年会阁去，吼、哦。因为秘书长甲我问讲，啊，你8月15日要去啊无？我讲8月15日吼，啊，予别人去啦。啊，这我才阁来啦。我已经若阁去拄啊四摆啊。咱这支旗啊拢举入去，咱这支旗啊拢举入去。入去天王迄个所在呢？啊！咱去拜啥？靖国神社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建设的靖国神社有39,100拢伫遐咧服侍。来，咱来看哈。台乡亲，刚刚听过台湾民政府这组织的，讲这组织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将是所在成立州也是分，啊，说来有哪有卖身份证、车牌，有哪保证讲这民政府成立了后，因的会员拢是公务人员。恭喜台湾民政府的车车头都会挂一张红色家己做的车牌，顶面写着 USNG， 美国政府为 TCG 是台湾民政府的缩写。这种车在华联阁卖少一张1,000块，为甚至连监理站牌的车牌都唔挂。即马这组织阁要在华联成立一个江南美地郡。我们今天台湾人民存在是日属美占的地位，是属于日本天皇，美国仍然占领我们台湾。这个事实是。国际法的记录。另外，各有身份证，除了姓名、性别以外，各有体重、头毛、甲目睭、零失嘴，想要国家成立会馆，可以当开始上课。毕业了后，会当做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3天2夜，要10,000块。这个上完以后，我们有一个结业证书。这一张结业证书比那个高考的证书还好用，因为以后。他们就可以在我们台湾民政府里当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组织强调，台湾为马关条约和日本了后，其实是日本天皇的。后来因为美国军政府的关系，台湾是立小比前的地位，才会公开吸引不少兵将加入。前朝拢无怀疑有可能早起顶相关的问题，也唔过健康警展开侦办。我们属于日本，所以我就会相信啊，因为我们常常去日本。唯一规定悬挂车牌，依照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以处罚8,000块。那至于其他的，是不是用这个身份证，然后这个冒称说这个可以通行无阻这个部分来讲，可能有涉及诈骗的部分。这场成立花莲县的活动，警方调查这组织无申请到参加集会游行，目前已经做好相关的搜证，也提起民众依照宪法，国家干那一个就是中华民国，被开展建国活动可能因为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好啦，我这里就是要给大家看，到今嘛，过两迄阵啊，20发生的啊，啊，甲咱两个牌甲咱拔去啊，到尾啊，伊联络了后，赶紧过去提给咱，
体荷兰国唔敢穿警察服装呢，天师傅去甲咱讲呢。啊，迄阵啊，我昨有开会，我甲讲吼，迄、那个那牌啊去用提过，啊，恁有迄个证据讲甲你开8000块的罚单，你迄张提来，我要叫伊来遮现身说法，迄、那个理会我来出。哎、啊，无啊，足老实的同我讲，我迄、那个迄、那个罚单过去哦，换去啊。所以要甲大家讲，那流氓政府拄到 USMG， 甲现在咱站得住脚，因法院也好，检察机关也好，拢无代志啦。转去爱甲大家讲个清楚，因拢有负面的报道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已经超过1分了，感谢大家啦，感谢。